好消息，好消息，一人之下秀帖终于要更新了。在18小时前，龚玉丸发布了微博预告，如果明天色柱弄完后期就明晚更新。为了让大家缓解一下内心的饥渴，龚玉丸又放出了两张预告。一大波丧尸围了过来，唐高丝毫没有还手之力，眼看着丧尸张开了血盆大口，丧尸们这边正在进食，阿云的两个傀儡突然就倒在了地上。如果猜的没错的话，那个阿云应该是死了，要不然这两个傀儡也就不会失效了。这也就意味着梁武儿解决掉了阿云。在丧尸嘴下的唐高吃下药丸，这里突然就给个奇怪的镜头，唐高是消失了还是自爆了？在评论区有不少网友调侃，光看图我就见窍炎了。龚玉丸还回了句，我一周就只有四天来画，你知道我这几个月老生病的原因了吧，工作确实辛苦，也希望老师保重身体。另外还有个不幸的消息，下周秀铁分镜没有生出来，老师出差，有读者看到了，麻烦先互相通知一下。有网友说米二老师又出去耍了，龚玉丸解释是工作原因，米二老师出差了，这也就是说有可能内森岛篇和番外秀铁不能照常更新了，下周可能两个都停更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里也就结束了，喜欢的朋友欢迎关注转发收藏加点赞，我们下期再见。